世尊一生当年在世，一生教学。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诸天的道场也不例外啊，天王天人学佛，也有讲经教学，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应化在其中，也是讲经教学啊。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都得到证明啊。现在这个世间灾难这么多，我们就明白了啊，为什么灾难多？佛法变质了，从讲经教学变到现在的金蝉佛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但没有一次金蝉佛寺，连一次大家在一起念佛都没有。佛陀在世的时候只是讲经教学，修行那是你个人的事情啊，佛绝不过问啊，把八万四千法门告诉你，个人修个人，你爱修哪个法门修哪个法门，你向佛请教佛会告诉你，你不向他请教他不闻不问。啊，每一个人修学状况他知道。啊，你有没有开悟，有没有证果，他完全明了。啊，为什么？普贤十愿里面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何必要过问？啊，那么由此可知，常年不断的经教的熏习，这个才重要啊！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他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帮助你破迷开悟。你的苦从哪来的？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乐从开悟就乐了。啊，帮助你破迷开悟，那最巧妙的方法，最适当的方法就是讲经教学。所以从他老人家自己开悟之后啊，就开始教学，一直到圆寂49年没有间断了啊，这叫佛法。佛陀没见过道场啊，时钟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没有道场啊，没有牵挂了，没有斗争啊，有道场就有斗争。有道场就有牵挂，就有顾虑啊，所以佛什么都不要，要干净利落。
佛教传到中国，道场是十方，不是哪个人拥有的。谁来管道场呢？在过去是帝王，国家来管理。民主制度最早就是实现在道场里面。住在道场这些人，道场里面有住持，有这些执事，怎么来呢？大家选举，任期一年。从前的规矩，腊月三十总辞，立刻开始选举，选出来人到第二天大年初一就任。任期一年呢，民主制度连选可以连任这选出来什么？是为大众服务的大众呢？大众是在这里清修的。所以选出来执事是护法了。讲经教学的是弘法了。弘护是一体。没有私心的。在教学里面选拔下一代的现在讲的接班人续佛慧命的人培养弘法利生的人现在没有了看不见了所以社会怎么会不乱呢灾难怎么会不多呢原因就是此地如果佛门的道场恢复从前的制度老办法社会会安定灾难会化解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宗教教育在现前比什么都重要。宗教要团结，要互相学习，要互相了解。才能够真正化解宗教之中的矛盾。只是不学习、不往来，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世界不一样。在过去。没有交通这些工具没有资讯人确实生在这一方很少出门老死不相往来所以才造成了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现在交通方便地球变成一家了环绕地球这一周不过两天资讯发达地球上任何一个小点发生的事情通过网络通过卫星报道立刻就知道
啊，你能够不关心别人吗？别人是全世界。啊，我们想自己一家和睦，我们同时想到整个世界和睦。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要活得很幸福美满，我们也希望全世界一切众生都生活得圆满，都生活得幸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佛菩萨是这么教我们的，古圣先贤老祖宗也是这样教我们。我们能不听吗？啊，违背了祖宗教诲，灾难就会现前。至于这是什么个道理，那是很深很深的学问。啊，你慢慢从典籍里面，从经典里面去寻找。都有非常精辟圆满的答案。